查报告出来啊！检查的结果就伫遮，恁啥物人要来宣布？你来宣布。好。 检查报告，何里巴肚内底的囡仔是双生啊？一个囡仔是叶少峰的，一个囡仔是曹庆的。要唔过照即马看起来，何里的身体状况，无多支持这双生啊继续留伫叶巴肚内底发展。所以讲未来这双生啊。 可能跟哪样闹剧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你跟陶庆勾结的，才会出这种报告来诬陷我。 这拢是白夜的资料，我只是照实讲来。蒋明月，一定是你，是你主导我来检查的，这件事情一定跟你有关。你想看会经过啊？我哪有迄个本事去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啊？啊，不过这个结果对你来讲是真不利的，是因为你做出对不起业界的代志。 所以天公伯都爱在你身上留一挂对你不利的线索。啊，不过你来看较开的啊，拄则王医师有讲的，其中一个囡仔是叶少峰的。啊，不过什么人的囡仔会当留掉的，就爱看天公伯的安排啊。不可能！ 你这个贪图荣华富贵、陈世美，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少峰，少峰，你不要相信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我是不会相信白夜报告，我是要相信谁？叶少峰、曹庆，跟你当请恁两个人针对这件代志发表恁的看法。 我现在无方便回答，我拒绝采访。我唔对。 我们先来走，以后任何的代志，我会透过公司发表声明，请你媒体，卖阁二白药，卖阁做即款无实在报道。妈，咱来走。